F80 机器，气动的，这台是主机，后面这个是尾架，由两部分组成的，主机跟尾架拼起来就可以了。哦，我们现在开始是拼这个尾架，你在这一部分，我在这一部分有尾架一带的，然后还有脚架，我们要先装起来脚架，再拼上去主机上面啊。我们首先要把这两个脚架的螺丝拆掉卸掉，把脚架拼到这个三个孔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把这个尾架啊抬起来，我们没有人手抬，就用东西抬起来，然后这样，对，然后把螺丝。有螺母弹电垫片哦，在里面。螺母弹电垫片在里面，它这个螺丝带一个垫片。还有一个脚架是在前面，你说呢？在电机这里这一部分。一样的，是三个。然后拿工具把它裹紧。
要拿一个六的六角石，还有一个14的扳手，我卡住，把它锁紧了。怎么样？前后都要锁紧。你再烧干不干？打就打爆哦。是啊。打起来。收装好了。然后把它抬上来。然后把这一锅。听到这个系带器的，稍等一下，要拼到这里之后，还有一步，要装这个方栓。这个方栓就是有方栓这一边，在外面靠这一边的。那装到这里来，那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两边的螺丝出来。要把它锁紧，锁紧之后就可以拼到这里。拼到这里大概的话，大概照射到光眼，不能太近，也不能太远。然后这个脚的高低哦，现在有点不平，这个皮带要比这个成型器要高稍微一点点。然后现在就是成型器高了，然后皮带低了，我们就可以调这个脚杯，然后拧一下这个脚杯，拧一下。然后拧完这边，那边也要拧的哦。这样基本上都可以了。这边皮带跟成型器，皮带要比成型器高一点点，稍微要这里缝隙太大了，也还要靠近一点点。好啦，再靠近一点点，越精密就越好。好啦，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啊。反正这模要电眼，
然后不能有东西挡住这个电影就可以了。